今天要录我的一天。然后我们今天架设一个摄影机，然后拍你一整天的生活情境。所以一楼也有一个。对，一楼也有一个。拍他外出。对，外出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我可以外出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就正常正常的。工作人员他到楼下，我们先下去接他，然后我们再上去帮你接电。所以都还没有开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没充电。好 ，OK。那我帮你开门，我跟你讲。好。工作人员与经纪人一起串通，凯莉梁发生火灾的一天准备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开买啦！中午晚上四，现在已经不是危险，请关心我安装的空调。哦，真的好像哦，这很浓嘞！哇塞！哇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我的猫咪警告了。这个时候叫披萨就过分。是我嘞，我真的不敢了。你怎么笑啊？可以很重哎，而且你不是故意的，自己动的对不对？啊？那是每个问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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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个东西拿出来，手机，来看一下手机，还有什么？拿来报警跟当手电筒，然后还有泳镜、蛙镜，带蛙镜干嘛？蛙镜，因为经纪人那时候说外面烟很大，烟很大，然后想说这样可以保护眼睛，可以看得到，是吗？然后还有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猫咪，就这个就猫咪喽。对，还有安全帽。但养猫有些猫哦，一受到惊吓，抱不到，它找不到它，你完全抱不了。我的猫刚有跳走。那你应该是养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养猫啊？对啊，我不能半途而废啊。哦，不能弃养，半途而废。是是是，啊，它的助理面吗？没有没有，它没有来。哦，不过因为猫不好控制啦啊。对。啊，你还带了一大堆的那个猫食。我还带那个，我刚刚听到说鲔鱼罐头。哎，这个是鲔鱼罐头。刚好就是猫可以吃，我也可以吃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嗯，哦，好多哦。这算罐头塔，会不会就还有啊？会不会只有这个啊？是是是，来介绍一下，不吉利。这些好，刚刚那个凯莉那个场景啊，就是说是在房间里面其实是安全的，
在房间的门外面是浓烟，所以如果刚刚的话呢，也是建议你就是说关门就可以了。就不过因为打开门之后，它烟气没有很浓了，所以你采取逃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一个看。第一个手机不 OK， 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报案，对，这个是 OK， 因为大家几乎都有拿手机嘛，这是 OK 的。是是是。那第二个，猫的部分也是 OK 的。罐头是就生命嘛，哈，生命对。啊，罐头是一开始就在里面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后来有带着去抓的。哦，那其实就不用带的了，后面不要浪费那时间了。那再来我讲到三个重点，来第一个就是说外面像刚刚经纪人昏倒是因为吸到一氧化碳啊，浓烟的一氧化碳窒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首先呢，这护目镜呢，它也许可以暂时帮你挡住，就是眼睛那个，但是你问题是你还是会吸到一氧化碳，对，你还是会窒息，对，这个没有用处，没有用处，就是眼睛会稍微眼睛只是要看路啊，对，那在浓烟里面，其实以消防人员来讲啊，有时候我们浓烟很浓的时候，我们消防人员全副武装，手再这么近还是看不到，能见度极低，就对，黑成这样，所以窒息嘛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因为你盖起来的话，你还是浓烟，你还是会吸到，这一支啊。因为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浓烟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灭火器它要灭火的话，它必须要打到那个火点才有用。所以它是外面火灾嘛，对，特别不晓得在哪边啊。你拿的一支你也没有用，打不到火点，而且这是非常的重。火点，基本上已经整个火势已经有浓烟密布的时候，火势都已经非常大了。那时候必须靠消防车才把它灭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就严重拖慢你的速度。因为你看刚刚他说，就算他拿这个他也不会用，因为一般民众所以就不要用了。很简单啊，这个把它消防。它就要拔出来，然后按这个。如果不会用的话，连带都不需要带。对啊，因为很重。只要你拉出来之后，你压着，然后它自动就喷出来。没错，很简单。这种东西的设计一定是这个傻瓜也能用，最简单的。越简单越好。哎，阿力才，阿他这个带这些东西。对啊，我以为我会很厉害。这些东西，因为至少基本上都是朝保护自己啦，还有的方向，所以说正确的哈。精神可嘉，所以就是我们到胆大心细。刚好。来，请坐，胆大心细，可以说。现在胆大心细啊，你是中了美人计了吧？你要不要吃罐头？好吃吗？真的是。不要来，没钱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坐。